兄弟们，这四个人你们认识吗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从云王佐啊，先是这个穿。怎么解释啊？这还不简单，你听我扯啊。不是，你看啊，你们头上有绿，那是因为你们还没熟，我都是黄的，以为我这个菠萝熟透了。没啥问题啊，兄弟们继续打。这都没啥问题了，怎么还打？这最后一个了，怎么大家也得展示一下默契吧。好。饿吗？不饿，我待会再问。哎呀，这太简单了，不就是红小豆吗？完蛋，不卖李建勋了，这都完美避开正确答案，不管了。这什么啊？你看看呐，太离谱了。哎，不是，到底是谁离谱？我好歹还是红的，还有红小豆相机，你这玩意儿颜色就不对。啊，什么发生什么了？给你个大逼斗。什么？你看看你那眼睛，真对得起智慧两个字？看出来了，一点默契没有。散会。